这个问题是我帮我一个朋友问的，他认为求职跟爱情一样，如果错过了最佳求职期，他要怎么做才能挽回甲方的心？ 既然没有在一起就说明不合适，所以我的意见就是放弃。那如果不想放弃呢？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？那今天我的新书发布会就到此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远道而来。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，还有地址。那稍后我会签好书快递给大家，谢谢。你看你出事了吧？瞎搞！林沃，你为什么要逃？他和你已经没关系了，为什么还是那么容易被影响？林沃。 我们聊一下，高先生，我没有什么想要跟你聊的，你再跟着我会报警。柯山，不要再骚扰我女朋友。你跟跟小孩在一起，高先生不信吗？回答我。